这个安博的，把老王丢下一个。 手狗。 三十多还好，不算很流畅，因为他毕竟他价值流又高不起。诺手素质不高吗？还不高啊，这一技能阅兵线压人的还不高。不出新宠吗？没有啊，把诺手不科学。
아군이 다녔습니다. 有防御塔 A 出来，我们再 A， 这样不用扛伤了。好像是没办法跑了。可惜，嗯 ，Q 三就好，他直接插眼 R 五。800还行吧，可以接受。一套打满可以杀这个位，传送的位，奇奇上不了线，他才五级。阿古尼当也死你的，没必要省，我省点火，我要双杀的人生。拿点火杀他不赚，现在我要围点打赢，拿个点火杀他没什么意思。主要没多少兵，如果小兵很多，小兵很多的话就可以。小兵如果很多就可以考虑用那个点火杀的，像这种小兵多就可以用火杀，可以阻止他到六级，大部分兵都吃不掉。有人来了，好像，他给我来了多少？好像又没人，就又在那杀我就行。也许我应该买了个萃取，压四级。你玩这种一级压线是没用的，玩这种一级压线的是没有未来的。一级压线有什么未来？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
제압되었습니다. 오, 파이어. 我 W 打了小兵。 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. 太 可惜。 550 还是接受。 我觉得能看就看，就是你白嫖就不要那么多话，你白嫖能看就看，不能看就换个直播间，啊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对吧？这样子大家也不用浪费时间在彼此身上，毕竟你是白嫖的观众，对吧？白嫖就好好白嫖就行了，就不要要求这要求那，就节省大家的时间了。 미쳐 날뛰고 있습니다. 곧 포탑 방패가 사라집니다. 포탑을 파괴했습니다.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. 拿下喽！没人关注啊。